只要转弯的话都不好做，因为这个主要是它是圆的，它圆的话，你变成说你一定要那弧度要做得对，它算得对，弧度如果算不对，做起来就不会像球形，所以困难度在这里。而且它是纸张啊，像一般的布或什么，它裁得很清楚。可是以前拼接的不是比较好，比较难做。你说拼接的不会，拼接它都是直线啊。天灯的正常的角度都是直线，它直线很好做。对我们来讲，现在直线呢，现在是弧度不好做，所以有这个弧度太难做了。对我们来讲是一种考，它每年都要跟我们考试一下，都要跟我们考验一下这样。那我们都bingo了，都 OK， 都会达成目标这样。好，谢谢。